这个两年前通过买房子在洛杉矶认识的程总，那个非常感谢他。那就是他真是不厌其烦，我们的要求可能也比较多，他带我们看房子，比较房子，而且给我们提出相当宝贵的建议，因为使这个一个在怎么说呢，在是一个外国人吧，是一个异乡的人，有一个到了家的一个感觉，哎，所以说呢，是我们这个很快呢就选到一个心仪的房子，对他和他的团队的这个细致周到的服务啊表示感谢，真如这个程总这个他们的品牌，真是买房子找成威，真是无微不至，一定能成。也欢迎这个程总和他团队到青岛来做客，也希望广大的这个华人如果到美国去买房子呢，去找程总，一定能行。再一次表示感谢啊。